穿布农族传统原住民服饰，手拿着芒草，向勇士献上小米酒庆贺。这是布农族达尔祭的报战功仪式，是为了褒扬猎盗生物的勇士们，全部族人欢喜庆贺的活动。百人八部合音的一个开始，第一个项目，那就是说200个人啊，这个报战功，一个祭典，沿着我们过去布农族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竞赛，包括我们的技艺展现，非常的可观跟盛况空前。第19届全国布农族社耳祭暨传统技能竞赛及运动会活动即将在高雄桃园区登场，希望透过活动传承布农族传统仪式文化与语言，并且在各项比赛中切磋球技及联系感情。高雄市原住民委员会主委洪宇山更邀请民众顺便走访刚开通的南横。整个桃园区的族人大家一起动员，不管是在传统竞赛上搬出了很多我们高雄在地的原住民的国手好手，然后参加完这个文化祭典，也在我们的南横走访一下，刚好开通嘛，也刺激一下我们的观光消费，这样，所以欢迎大家9月15到17号要来我们的高雄桃园区。今年社耳祭活动预计有来自台湾高雄、台东、花莲、南投等9个乡区参赛。高雄桃园区区长谢英雄说，桃园有丰富的人文风情及传统农特产美食，透过社耳祭活动欢迎大家来体验布农族文化。新唐人亚太电视李娟荣台湾高雄采访报道。